大家好啊，咁啊，头先睇咗嗰条 Sogo 瑞联标行嘅蓝够唔够喉咧？咁我嚟到利昌标行啦，又揾咗另一批嘅蓝啊嚟推介俾大家。其实如果大家睇清楚咧，呢两条片啲标咧，其实牌子啦都有唔同啦，同埋啲款式其实都有分别嘅。咁啊，純粹俾大家多啲選擇啊，同埋去考慮嘅。如果大家係諗住入一隻藍色嘅手錶 ，OK？ 咁啊，利昌標行呢度嚇，同大家逐一介紹。咁第一隻咧就係、是、呢隻免拉四啦，免拉四大家都知道係一隻日本嘅 Petit Brand 啦，一年生產只係500隻。佢啲手錶咧，啲做工咧都非常之靚啦。同埋啲打磨啊，亦都係非常之有水準啦、啊！大家睇佢依個透底啊，亦都可以睇到佢副機芯啦、啊，都亦都係做咗好多打磨啊，同埋個舵都特登係挑空曬嘅。OK， 依只面拉四依一隻就係佢嘅依個 Horizon 嘅 collection 啦、啊，佢嘅特色就係佢嘅嗰個面啊、針啊、殼啊啲設計，再加上啲打磨，咁啊，依一隻咧個工價係47,300嘅，咁當然有折扣啦，折扣啲嘢就落到嚟利昌標行，再同佢哋傾啦。依只面啦，四個 Horizon 藍色面嚇。OK， 另外第二隻同大家推介，哇，今期好紅嘅低陀。其中一個最好賣的顏色其實都是藍色的、啊、大家看到我手上這隻其實就是去個有寫字啦，藍面是啦，這隻都是其中一隻好賣的款式來的，帝陀這隻、啊、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利昌標行、啊、這些帝陀都做一些、啊、超筍價、啊、有興趣的都可以下來看一下的，這些藍色面的帝陀 OK。咁另外後面啊，同大家推介呢一隻咧，就係、是、帕高啊，帕高嘅黑 DLC 啊，成隻黑 DLC 殼連 DLC 帶啦，都係黑嘅。呢隻叫做 Yachtman Club 嘅潛水錶嚇、啊，有200米防水啦。咁佢個 bezel 咧有一節咧都係做咗一個藍色嘅。咁呢隻嘅工價係28,000，當然有一個特價啦，咁啊特價大家有興趣可以落嚟睇。咁其實咧呢隻 Yachtman Club 嘅黑 DLC 就唔只係藍色嘅，亦都有其他顏色可以落嚟睇下嘅。咁啊當然都有呢隻 Delma 嘅 Commodore 啦，亦都係最好賣嘅一個款，其實就係藍面嘅藍色面藍色 bezel 啦，呢隻500米 water resistant 嘅。Delma Commodore 的工價嚇，依家做緊嘅優惠價6888嚇，6888嚇，最好記嘅6888。OK， 依度啊都有現貨嘅。OK， 咁另外再同大家介紹呢隻 Azimuth 啦 ，Azimuth 嚇、啊，如果大家仲未知嘅話，其實呢隻錶咧好特別嘅，我示範俾大家睇啦。其實佢係逆時針行的，你看依家係三點啦，三點二三四五六咁，係啦，佢係逆時針咁行嘅，亦都係喺個機芯做咗啲改動啦。依隻 Azimuth 嘅藍色面銅錶啊，嚇叫做 Back in Time 啊，依隻 OK。咁啊，佢哋依隻咧係限量啊，限量50隻啊，全球淨係50隻啫。依度有一隻喺利昌標行，藍色面嘅銅錶啊 ，Azimuth 嘅 Back in Time。OK， 咁另外再同大家介紹依只啦嚇，沙琴依只藍色面亦都係一個 Open Heart 嘅嚇、啊、，Open Heart 喺個12字位啦。依只瑞士自動錶嚇、啊、，OK， 沙琴依、這個。工價9,000+啦，亦都係做緊個超筍價。大家如果想揾啲斯文錶，又有啲流空嘅，可以即係唔係流空，係 open heart，OK，、okay? 都可以落嚟睇下呢隻沙琴嘅9,000有交易 ，OK。咁另外如果係都係揾翻啲 jazz watch 嘅話，
當然仲有依隻雷門威最新系列嘅 Maestro 男裝，其實依隻男面都好靚嘅，大家睇到佢嘅佢啲標面嘅紋啦，再加上佢係一隻 Moon Face 嘅自動錶啊 ，OK。Moon Face 自動錶，咁啊有一個 folding buckle 啦，鋼嘅 folding buckle 啦，公價12,800啦，折咗都係幾千蚊嚇，好抵玩嘅一隻雷蒙威嘅斯文款嘅 Moon Face 男裝自動錶鋼殼嚇，好靚嘅一塊面 ，OK Maestro， OK。另外有隻女裝嚇，唔可以忽略女士啊，女士嚇呢隻冰藍啊嚇，咁 Sogo 有隻。精通拿的冰藍推出了啦，咁我依度利昌錶行就找到一隻冰藍的雷文威女裝錶啊，介紹俾女士啊，連埋依條鋼帶啊都好靚啊！依只嚇冰藍的女裝嚇、長方形的雷文威女裝錶 ，OK， 咁啊講緊嘅公價都是7,200啊，再折一折，真係超抵啊！超抵玩嘅一隻雷蒙威女裝錶嚇，冰藍嘅長方形。OK， 最後重頭戲，梗係依隻 Omega 嘅 Aquaterra 嘅 World Timer 啦。大家睇佢嘅地球面啊，地球面咧做得非常之立體啊。OK， 咁啊，依隻係一隻 World Timer 啦，亦都係。鋼帶啊，好難先翻到一隻嘅，咁依家利昌錶行有一隻啦，咁嘅公價係75,600 ，OK， 折扣嗰啲就落嚟再同佢哋傾啦 ，OK， 咁依一集利昌錶行嘅藍色錶推介就係咁多啦 ，OK， 咁希望大家中意，咁啊得閒就落嚟利昌錶行睇下啦 ，OK， 拜拜。